好了，录了，6秒，就过来了，就过来了。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今天我们有这两位韩国朋友。嗯嗯，其实我只要做这个 video， 其实就是因为其实我每次在我的影片都讲他是我的韩国朋友，是不是？是我的韩国朋友，我的韩国朋友。Hello， 韩国朋友，我的韩国朋友。我的韩国朋友，然后我想跟大家说一个公开一下真相，真相 OK， 其实真相就是其实还不是韩国朋友，其实还不是韩国朋友，是我的韩国朋友，我的韩国朋友。 Hello， 韩国朋友，我的韩国朋友。韩国朋友讲几句韩国话，其实他就是我们真正的韩国朋友啦。来自我介绍，在韩国啊，自我介绍。用啊，对。其实你们会觉得奇怪，他做台会讲华语，因为他是已经学了华语几年的，所以他很听他讲，嗯，可以讲到很流利。来自我介绍，自我介绍。韩国，韩国话，欢迎来，欢迎来，韩国话华语。Hello， 我是金秀彬，我是真正的韩国人，他不是假的，假的，冒牌货，我是真的。所以他是从韩国来的，韩国朋友啦。然后其实我们今天要做这个 video 也是不懂怎么啦，但是除了我们要讲到底谁才是我的真正韩国朋友之外，不如讲下韩国的一些，不如你教我们讲讲韩语呗。对，要教我们什么好？안녕하세요，他已经知道了一些高难度的。我不如你教我们，教我们和韩国最难讲的字是什么？哦，最难 pronounce 出来的很多哎。Samgyeopsal， 讲一个，讲你觉得最难的。괜찮습니다。哎，容易吗？另外一个男的很难很难 pronounce 的。不知道。想想看，你觉得最难的。你讲，你们讲一个英文字，就我跟你讲啊。嗯 ，roller coaster。Roller coaster， 韩国话也是 roller coaster。不如我们讲一下 LC Pro Channel is the best。LC Pro Channel 但是贵米的。喂，这个很难讲哎，对啊，真的很难讲的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LC Pro Channel 但是贵米的。LC Pro Channel 但是贵米的。Yes， 最后讲讲哦，我们一起讲，最后讲，就是。최고입니다최고입니다최고입니다 LC Pro 채널최고입니다对不对对吧최고 LC Pro 채널이样的 LC Pro 채널는최고입니다는최고입니다 LC Pro 채널는최는최고입니다 LC Pro 채널는최고입니다还有축하합니다 LC Pro， 我不懂哎。축하합니다，제발。喂，赶紧讲电话去。Hello。미안해요지만에들어오셔 Welcome back。Welcome back。네。미안해。韩国人不是这样子的咯，진짜진짜미안해대기주가합니다대기주가합니다不如我们来学下讲讲like share and subscribe 좋아요좋아요누르고공유하세요좋아요누르고공유하세요讲讲讲讲좋아요是 like좋아요좋아요좋아요 like 是按哎不是좋아요是 like 就누르고는按공유是 comment share 좋아like share subscribe 좋아요좋아요좋아요진짜좋아요 LC Pro 진짜진짜좋아요그리고그리고좋아요좋아요그리고그리고그리고然后그리고그리고공유공유좋아요그리고공유하세요하세요좋아요그리고공유하세요좋아요그리고공유공유하세요하세요그리고공유하세요좋아요좋아요그리고공유하세요공유공유하세요좋아요그리고공유좋아요그리고그리고아그리고아아좋아요그리고
공유 하세요. 谢谢大家的收看，所以他才是我真的韩国朋友。他就是蹦上来的，有韩国血的。OK 啦，谢谢这两位来参与这部非常飞的影片啦，不算飞吧。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的话，记得出来哟，给你个朋友，阿 Sir 哟，拜。